就是我们都同意一定要读书啊，对啊，对对，读书是学生的本分、啊，没错嘛。我们要做什么吗？对嘛，我们难不成桌上放口红吗？对啊，难不成以后当网红吗？难不成以后当网红吗？哎，不要，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民事调查局，欢迎收看民事调查局。OK，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题目是。那你现在是单身吗？不是，不是单身，你有女朋友？在楼下，在楼下，女朋友跟你同届？对。好， okay. 那你为什么喜欢她？你就一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感觉 ，OK OK。那谁跟谁告白的？互相吧，互相喜欢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说你喜欢他的时候，他同时也突然给你撞脸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他喜欢我。哦，有看到他的表情吗，哥？他喜欢我。他有什么优点是让你觉得最有魅力的？可以帮我们讲出来吗？他不会生气。他不会生气？他哪个女生不会生气？我阿妈都会生气啊。现在很生气，你的意思是他不会任性就对了，会任性，对你做的事都不会生气，还好。那你做过什么事情你觉得他应该生气但他没有生气的吗？哦，储值。一般一个月会储值多少？一个月5000。5000 ？OK， 比我收益还高哦。那我们可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想对你的女朋友说一句话，你想说什么？在刚在一起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，那就是那算长跑喽。讲过不能讲。好，对，讲过不能讲。漂亮。来，跟他讲一句话，来，3、2、1，该减肥的，该减肥的。你，你跟你女朋友讲，来，等一下，他是因为他的健康问题，不是？我就问你一句，要不要剪掉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能要剪。我这样好不好？我剪，该减肥，然后会帮你上可爱的符号，好不好？撒娇，这样可以吗？确定脑波弱？脑波弱啊！OK。对你有男朋友吗？有啊。确定？对啊。稳吗？稳吗？算吧。有人骗了我。谁呀？所以你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提出这个不稳的一个说法？对啊，为什么不稳？三观吧。三观？哦，怎样三观？那三观？那你知道三观是哪三观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观念、价值观、啊。对，价值观。对，价值观。OK， 那你怎么解决？你怎么处理？跟他吵啊。就吵。怎么吵？怎么吵？拿东西摔他。拿东西摔他？拿什么？拿钱吗？打我！打我！不要不要，先不要。有沟通过了，但是没有用。OK， 没关系。Okay， 那你想对那些就是一样遇到问题的情侣，但找不到解决方法，你想跟他们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把这剪掉好了，好不好？不是阿贝，你想对你现在的男朋友说什么？给你酝酿，没关系，酝酿。我可以5秒，你对镜头喊出来，来，5、4、3、2。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吧，OK， 乖乖听话。你现在是有女朋友吗？对。那我想请问一下你，你女朋友在班上吗？班队在班上是什么样一个感觉？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讲一下而已。会起哄。对。那会有一起进步、一起努力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并没有，没有，这么果断没有。光一起退步。我问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？已经半年。那是谁告白的？他。你告白的，那你说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忘记了。我也忘记了。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在一起？我先确认一下。你先转过去。你最喜欢你女朋友的哪个点？性格吧。性格怎么样？在外面很温柔。哦。都在外面。你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？换你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不要看这里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你最没有办法接受你男朋友哪个点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有不能接受的。对啊。那你最喜欢在哪个点？撒娇。原来会撒娇的是你。请问你现在单身吗？单身。确定？单身。确定吗？为什么当事人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？所以目前是单身的状况。对。那前任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吗？没有吧。没有，无话可说。对，无话可说。那你们怎么结束的？结束哦，就是
是你提的吗？没有，他提的。OK， 那为什么会结束？他说他要读书啊。他要读书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但是要读书确实也是现在学生的本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学生的本分。对，所以你才无话可说，你觉得他这个理由是对？对对，我觉得这很棒。就是我们都同意一定要读书啊，对不对？读书是学生的本分、啊，没错嘛。我们要做什么吗？对嘛？我们难不成桌上放口红吗？对啊，难不成以后当网红吗？难不成以后当网红吗？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然后这帮我记警告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会当精华哦，很棒哦。那我问你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有想交女朋友吗？嗯。刚分手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渣男都说自己没有女朋友。那你现在有开始玩 Tinder 或探探了吗？你不要讲这个好不好，老师？没有。不是，你是玩那个戒指。戒指，我戒指哦，你刚好 iPad 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个嘛，游戏广告很常出现那个 Ring Ring， 好，这个可以帮我们业配吗？